著名书画家董俊英教授，为美中文化产业中心题字。董俊英，男，陕西长武人，生于1957年2月。1983年毕业西安美术学院，国家一级美术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客座教授，人民艺术家协会终身艺术顾问，兰州军区老战士大学艺术顾问，中美慈善基金会执行会长，美国好莱坞电影公司总裁，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1984年，作品《春满人间》获陕西省首届教师美展一等奖，并参加了全国美展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，在美术、陕西教育、开拓、艺术界杂志多次发表作品，曾在日本骊山大学讲学，作品被日本、英国、美国、新加坡友人收藏。著名书画家董俊英教授，为美中文化产业中心题字。董俊英，男，陕西长武人，生于1957年2月。1983年毕业西安美术学院，国家一级美术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客座教授，人民艺术家协会终身艺术顾问，兰州军区老战士大学艺术顾问，中美慈善基金会执行会长，美国好莱坞电影公司总裁，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1984年，作品《春满人间》获陕西省首届教师美展一等奖，并参加了全国美展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，在美术、陕西教育、开拓、艺术界杂志多次发表作品，曾在日本骊山大学讲学，作品被日本、英国、美国、新加坡友人收藏。